如果给你龙珠中的10万战斗力，你会用来干什么？咱们经常说你就是个战五的渣渣，那么这个战斗力五是什么样的实力呢？其实也蛮强的，是一个持有步枪士兵的实力。那么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的战力基本上就只有在1到3之间，人类天花板级别的战力也最多到200，比如刃牙中的风马勇次郎。这时有机智的球本就要说了，超文的 Water 啊，有 Do your butt， 你在狗叫什么？地表最小生物战斗力才200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，这就是龙珠战力体系。教导悟空龟派气功的龟仙人战力也才139呢。另外比克大魔王你知道吧，他也才200的战斗力，分分钟统治世界。所以咱们回到主题上来，给你龙珠中的10万战力，你会用来干嘛？首先5000的战力就能轻松抹除地表上的一切生物，20000战斗力就能爆掉地球，让你成为地球的主宰，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把你给供起来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在全地球人的眼里你就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神。那么10万战力你敢想吗？10万战力不光统治地球这么简单了，可能整个银河系都要交给你管理，甚至连外星人都怕你，怕你侵略他们的星球。那么想问，如果你拥有10万战力会干什么呢？